大家好，我是各位子君，今天是高手轩家对战影片，让我们欢迎2023-2024赛季高雄地区联盟赛的冠军杨荣轩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荣轩，也可以叫我豆菊。欢迎欢迎欢迎豆菊。其实现在的时间啊，说实话也是这个差不多快要接近冠军赛的时间了啊。豆菊最近准备的怎么样啊？最近是真的花蛮多时间在准备比赛，虽然以目前的 CSP 来说，应该是八九不离十有机会去夏威夷比赛啊，但还是要认真准备这一次的冠军赛。确实，如果在冠军赛拿到好成绩的话，例如说前两名的成绩，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旅游补助。对，没有错，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部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记得上次在这个高雄的 RL， 你是用这个放逐 box 夺冠，对不对？上次夺冠的感觉，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，那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那时候被杜鹃玩，然后两张牌看都没有看，我就这样放在桌上，一直到他昏厥我的那个铁包袱的时候，我才拿起来看。有老大，有老大的指令，那就直接老大的指令感激放大结束游戏，那真的是忘不了，忘不了，很感激是不是？对，真的是非常感激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也带了跟感激放大有关的牌过来。因为很感激，感激放大，所以带了一套跟感激放大有关的牌组来。没错，没错，是桌上这一套吗？没错，这一套呢，我也觉得在我的预测下，应该也会是这一次冠军赛的大热门。夺冠的大热门是吧？好吧，那我觉得我今天用的这个牌组呢，也算是我最近研究很久的。我觉得冠军赛也蛮有机会可以在上位见到他的一套牌组。那就让我很期待了，会是什么呢？那就话不多说，让我们马上进入对战吧。Go！ 来者是客，请问你要正面还是反面呢？我要正面。你要正面是吧？好。是反面，那我选，我先攻啊，你后攻，那我就由我后攻，请多指教。我是猛雷谷 EX， 我这套是密勒顿 EX。好，来我的回合先抽牌，先来一个巢穴球好了，我先选一个恶鬼碰碧草面具 EX 啊，放在我的备战区。是。草轴的猛雷谷 EX 啊，没错没错，最近很常研究这个恶鬼碰碧草面具 EX 的搭配。非常特别，非常特别，跟以前那种纯古代的好像不太一样。没错，好，请帮我切。来，我先来一个碧绿之舞，填一张草能量。好，抽一张。我只能说，抽得不错，抽得不错。我要使用大地之容器，丢到一个基本动能量，选择的是一个基本草能量跟一个基本雷能量，然后加入我的手牌。那接着呢，还不用切，再来一个巢穴球，再选一只恶鬼碰碧草面具 EX， 放到我的备战区。哇，两只恶鬼碰，我们这样子特性就可以使用两次，就抽两张牌。我要来跳碧绿之舞了。哇塞，那是真的。可以快速运作，好，再一次碧绿之舞，填一张，抽一张，手填一个基本雷能量给猛雷谷 EX。我想一下，你是密勒顿 EX 那我感觉要做一道防护手段，来，再一个高级球，丢掉正义法跟改造之锤，我要再选择一只猛雷谷 EX。我把猛雷谷 EX 放到我的备战区。这个防范你有想到我想要干嘛哦？好啦，那我的回合就结束了，换你。好，轮到我，那我先抽一张牌。我这边发动密勒顿 EX 的特性串联装置，从牌组里面检索最多两只雷属性的宝可梦，放到备战区。没错，两只雷属性基础宝可梦，哇，好久没有看到它了。那我就选择密勒顿 EX 和雷丘 V 放到备战区。OK， 那这边再使用密勒顿 EX 的特性串联装置再一次。错，那这边找出我的好伙伴铁臂膀 EX， 感激放大。先把它拿出来。这边使用巢穴球。哇，这个铺场也是不科学的。密勒顿就是有这个优势，铺场非常的强大。那这边要找出铁包袱啊，我就知道，所以我又放了一只猛雷谷 EX 在备战区。那我该做的还是要把它做完。这边使用
害怕。OK。派帕的效果，从牌库里面检索一张物品卡和一个宝可梦道具。那我这边选择电气发生器和森林封印石。OK， 好啦，来啦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今天的运气如何，是吧？没有错。那我先把森林封印石装给雷丘。那麻烦你帮我切一下牌。OK， 你的电气发生器可以几颗呢？这边用。电气发生器，好，一颗，好，哇，一颗，那还行。啊，这个能量给密勒顿，好。这边再使用一张电气发生器，第二张啊，错。好，那这边有两颗雷能量。这样就危险了，不过还好我是240 HP， 把两颗雷能量给密勒顿 EX， 哇，已经准备好了是吗？这边再手填一个雷能量给雷丘 V， 发动铁包袱的特性，高级出风机，出风机啊，把它放到弃牌区，那你要选择一只备战宝可梦上来，那也只能是它了，去吧，没有能量的猛雷谷 EX。好，那这边使用交替推车。Oh my god！ 让我的密勒顿上去，使用光子引爆，造成220点伤害。啊，220点伤害是吧？没关系，或240点，撑住了。好，轮到我的回合，抽牌。哎呦，抽到这张哦，这样我不敢赌呢。来，使用志愿者骑术。哇，那我得把手牌洗下去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两张变六张，来者是客，我也抽六张。三四五六，好，六张，来看一下。那我手填一个基本雷能量给猛雷谷 EX， 真的没事做呢。好，来直接使用这个建设咆哮，将自己的手牌全部丢弃，然后从牌库抽出六张卡，没有关系。那就轮到我了。抽六张，好，轮到你了。先抽一，这边发动巢穴球。OK， 从牌库里选择光辉甲贺忍蛙放到备战区，再使用一张巢穴球。好啊，牌库里叫出米粒龙。哦，错，它是这一次发售的新卡。没错，真的感觉帮助密勒顿 EX 的牌组很多了。使用光辉甲贺忍蛙的特性隐藏牌，丢弃一张基本雷能量，从牌库中抽两张牌。应该没有电气发生器了吧？刚用两把了。使用害怕。哦，来了。那感觉我的猛雷谷 EX 应该是岌岌可危了。好，那我拿电气发生器和紧急滑板。好，那我就帮你切了。来看看你的电气发生器，再使用电气发生器，哦，两颗雷能量，真的假的？不，这个运气有一点太好了。不要吧？那我能量要给谁呢？能量给雷丘和铁臂膀。好，帮我切一下牌。OK。边。紧急滑板，紧急滑板让密勒顿可以撤退，这个伤害比较尴尬。那我这边用剩二十，这伤害太尴尬了。这边用雷丘上来，那么为了避免这雷丘等一下被昏厥，我先把 V Star 特性使用。好，森林封印石。那我要拿的是这一张。哇，感觉这个局势不太妙。另一个紧急滑板贴给米利龙。好的。手填一个基本雷能量给密勒顿 EX。好，那我这边使用雷丘的招式极限电光，那我丢弃一个基本雷能量，对你造成60点的伤害。好，60，好，那我的猛雷谷 EX 就被昏厥了。那我拿两张奖励卡。好，那我就派我的猛雷谷 EX 到战斗场。来，我的回合抽牌，先来一个碧绿之舞，填一个草能量。抽一张，再一个碧绿之舞，填一个草能量，抽一张，
这样子猛雷谷就有很多子弹可以做进攻哎、欸。那我这边先使用这个喜翠的沉重球看一下。那我要选择的是啊猛雷谷 EX， 来帮我切一下。那这一只猛雷谷 EX 呢，我就把它放到备战区了。那我使用大地之容器，丢掉的是交替推车，来找一下我们的能量。那我选择的是一个豆，一个雷。哦，能量上手，然后使用奥林博士的气魄，选择两只古代宝可梦，刻给他们一张基本能量卡，给他一个豆，给他一个雷。好，那我可以从我的牌库里面呢抽三张，一、二、三，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要再手填一个基本豆能量给我的猛雷谷 EX。关键时刻来了。勇气护符给恶鬼碰壁草面具 EX， 然后呢，哎，再一个，哇，嘿嘿，这样我们两个都变成哎260 HP。OK， 那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来吧，魔雷谷 EX 使用急降价，将自己场上宝可梦身上附加的任意数量的基本能量卡丢弃，造成其当数乘以70点伤害。那我要丢三颗，我要丢三个草能量，好，三个草能量，来。7321，210点伤害，造成210点伤害，直接昏厥我的雷丘。没错，再见了雷丘 V。那我可以拿两张奖赏卡。我先派我的米粒龙。OK， 哇，来找支援者了。没错，轮到我了。抽一，先使用光辉甲贺忍蛙的特性，丢弃一张基本雷能量，抽两张。这边使用派帕，从牌库里面选择放逐吸尘器，一张物品卡和一张宝可梦道具。哦，你也有勇气护符，我也有勇气护符，很有勇气。看来我的猛雷谷 EX 这个 HP 实在是很够啊。勇气护符给密勒顿 EX， 接着再手填一张。基本雷能量，再放一个勇气护符给铁臂膀 EX。哇，这个一个270，一个280，好啊。这边使用米粒龙的特性，即刻从牌库上方翻六张。有没有支援者呢？哦，那我选一张博士的研究 ，OK， 放到手牌。来，好，那我就米粒龙撤退啊！撤退哈，这边不能随便挥拳啊，会被猛雷谷一发急降价给昏厥啊！好，既然要送我光辉甲贺忍蛙吗？那就只能换你。哎呦，这就是高手的沉着吗？来抽牌，我要先使用能量回收，从我的去牌区呢选择最多两张基本能量卡，那我要选择两张草能量，嘿嘿，马上再来。碧绿之舞，来，第一支碧绿之舞，抽一张，再来一个碧绿之舞，哎，抽一张，你手上有放逐吸尘器，感觉这下我也不能随便进攻呢，我想要拼个支援者骑士或是老大的指令之类的，来，宝可装置 3.0， 七张，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哦。好，那我拿支援者骑术，有，来学习一下，这样应该多少可以破解你的战术啦，应该可以。来，请切，那我的骑术加到手上，那我这里使用巢穴球，选择不拿。那接着呢，我要下沙铁皮 EX， 在我的备战区，然后使用它的特性。磁力吸收，若对手的圣女胶囊卡的张数为四张以下呢，则在自己回合可以使用一次。从这个弃牌区选择一张基本的豆能量卡，附于这只宝可梦身上，哎，吸回来，然后呢，再手填一个连能量给他，然后还没有结束，还有勇气护符也要给他。哇，勇气护符大军啊！没错啊，这个220、210、210，你这个都打200，很危险。来吧，支援者骑术。哎，抽四张。好，看一下，
那我要下一个这个崩塌的竞技场。哇，那我这样子备战区就变成只剩四个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是只剩四个。好啦，准备一切就绪了。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还是要进攻吗？还是我也休息一下好了？我觉得好像可以休息一下。我这个手牌，好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换你。好，那就轮到我了，抽一张，先发动光辉甲贺忍蛙的特性隐藏牌。没有，我抽两张，没有。好，那我这边手填一个基本雷能量，撤退。哈，上米粒龙，使用米粒龙的特性，即刻。即刻。啊，从牌库上面翻六张牌。六张。有什么支援者啊？哦，那我找到博士的研究。哎呦，博士的研究啊！可是我记得刚刚你放出吸尘器已经被我洗下去了呀。好。那我就帮你切一下，来，好，那我这边要绝命一拼了，我使用顶尖捕捉器啊，选择这个能量比较多的恶鬼碰碧草面具 EX。什么？你有放出吸尘器不是没有洗下去了吗？那这边就要看能不能抽到它了。好，我派它。好，我这边用博士的研究啊，希望要拿到吸尘器啊，因为不行，牌库也没剩几张了，不行不行，把牌库手牌弃掉。抽七张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四六三七，哇，有有有有有啊！真的假的？那我这边使用放逐吸尘器啊，应该是吸它吧？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吸你的勇气护符啊！我这边放逐掉我的怒鹰哥 EX 啊，不考虑后面这几个吗？不可能，你的这个 HP 又太高了哦。好，再见了，勇气护符。好，那我这边使用光子引爆。对你造成220点，220啊，完了，那这样你可以拿两张奖赏卡啊，昏厥了，这里是个严重的危机。好，那我这边只能顶尖对决，来吧，猛雷谷 EX 出场，来抽牌，抽到这个哦，先来一个碧绿之舞特性，抽一张，哇，手牌好多好多张哦，没错，感觉要拼一下哎，来。巢穴球，那我要拿光辉甲贺忍花哦。你也要抽东西了？我要拼一个很关键，看能不能来一个厉害的操作。这么一说，好像还没有看到你的 expect 出来耶。我想要用那一张，看能不能表现出一个厉害的 combo。命运的时刻，光辉甲贺忍花隐藏牌，第二个草能量，抽两张，来再拼宝可补给站哦。竟然还有宝可补给站，启动。一、二、三啊！再见了，奥林博士的气魄。降好，没关系，我觉得降也 OK。来，朋友手册。那我要选择的是支援者奇数，跟再一张奥林博士的气魄好了。然后这两张呢，放回我的牌库。洗一洗。但是还没有，我要继续做。我要使用最重要的。S 贝卡秘密箱，哎、欸，竟然会是秘密箱？没错，这张卡呢，必须将自己的三张手牌丢弃才可以做使用。那我要丢啊，这三张，我也只剩三张了，三张全部丢弃。然后的效果是，可以从自己牌库选择物品卡、宝可梦道具、支援者，还有竞技场卡各一张加到自己的手牌。拿四张牌。那我的物品卡要拿，高级球、宝可梦道具没有，然后没有勇气护符了。支援者我要拿奇数，哎呀，然后再一个竞技场是。宝可补给站，好哇！我这里面很精彩，好精彩哦。那我这三张上手，来，那就志愿者奇数。那我可以抽四张，你可以抽两张。好了，猛雷谷 EX， 来吧，激将叫！来，我要把这两个草，然后这边一个雷。这边再一个豆，哇，全全都是280，没错，280点伤害。哎，放一下，放一下，280，280，280，280，280，哇，这280，好棒啊，这个伤害。哇，那就昏厥我的密勒顿了。没错，拿两张奖赏卡。好，那轮到我，我的回合抽牌。哇，我们这场真的是顶尖对决，各种心理战。没错，
只用密勒顿的特性串联装置。哎、欸，我来确认一下牌库里还有什么资源。嗯，我刚这个志愿者起诉的干扰应该是有效的吧？哇，那这边要很拼呢、欸。先把雷公 V 和铁臂膀 EX 放到我的备战区。哇，又让你压两张。哇，我都背在流汗了，太刺激了吧！接着使用米利龙，即刻从牌库上方翻六张牌。没有你要的志愿者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我找到老大的指令。等等，没错，你是不是想要？只有一条剧本可以走啊！好可怕呀！那我现在使用光辉甲贺忍望的特性隐藏牌，丢弃一颗基本能量。那从牌库里抽两张，哪两张？没有了吧？哦，好，那我这边手填一颗双重涡轮能量，还差一颗。嗯，那我这边用老大的指令，干嘛？选择光辉甲贺忍蛙啊！你是不成功变成人是不是？没有错，那我这边只能拼了。好，再来使用你的宝可补给站，干嘛？从牌库上面翻三张。哦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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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拿到电气发生器。等一下，七百九借我确认一下，我已经语无伦次了，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一颗连能量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该不会还有一颗吧？你这边先升几张，我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应该在这里吧？应该在这里吧？这边使用。电气发生器有没有呢？真的就五张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一颗，哇啊！什么？米利龙撤退，铁臂膀感激放大啊！这样可以造成一百点伤害，但是因为我弱点是雷属性，所以是两百。那我就拿取最后两张奖赏卡啊！恭喜斗局啊！恭喜斗局获胜。Yeah.啊，没想说最后我差一点点就有机会赢下这一场了，但没有想到最后我的宝可补给站帮到你，拼到你最后想的那个电气发生器。没错，但最后其实也剩下这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我一定要拼到双重涡轮能量和这个电气发生器，而且还必须要翻到能量。不过因为我最后也剩下五张牌而已，对，里面一定有那一颗我要找的能量。而且你一开始就把这个铁臂膀 EX 放在备战区了，所以其实我中间真的都很想使用光辉甲贺忍蛙，但我都不敢下，我就是怕被感激放大。但最后因为我要拼那个奇数来做干扰，所以我最后还是下了。对，其实因为这个对局在光辉甲贺忍蛙是有一点点尴尬，小尴尬，因为它会被感激放大拿到两奖。那在我们双方都是两张奖赏卡的宝可梦 EX 的对决当中，就会成为一个败笔。不过今天你有预料到我是使用猛雷骨 EX 搭配恶鬼碰病草面具 EX 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因为我知道子君是一个喜欢玩草牌的人，那能够搭配这个恶鬼碰病草面具 EX， 在现在的牌组里面好像就只剩下猛雷骨 EX 了、欸，所以其实是有在我的料想之类的啦，因为现在赛场上最多的就是多隆巴鲁托 EX， 没错没错。那猛雷骨 EX 加上恶鬼碰碧潮面具 EX 的组合，其实是非常好应对多隆巴鲁托 EX。你的这个密尔顿 EX 也是啊，没错，因为我可以一直感激放大它的多隆旗，让它在还没有长成多隆巴鲁托 EX 之前，就先把六张奖赏卡都拿完了。而且因为最近啊，大家不是在往针对多隆巴鲁托 EX， 不然就是加入多隆巴鲁托 EX， 大家都是往这些路。在走啊，毕竟我相信各位选手应该都是很努力在准备冠军赛、啊。那我们就先请斗局来帮我们解说一下今天的这套牌组吧。好，我这套构组呢，因为这一次密勒顿 EX 其实有被新卡强化到，以前它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它在中期的时候不好找到一些关键的支援者，像是派帕或者是老大的指令。那现在有了米利龙，可以透过它的特性即刻来提升你找到支援者的机会。再来呢，因为现在的赛场上有很多的多隆巴鲁托 EX 和洛奇亚 V Star， 那因为密勒顿 EX 在对上洛奇亚 V Star 的时候，你是克属，它的弱点是雷属性，所以你的密勒顿 EX 很容易可以昏厥它的洛奇亚 V Star。那么多隆巴鲁托 EX 就不用讲了。你如果可以在很前期就做出感激放大，那你就可以快速的把他的这些小宝可梦，像什么多隆奇或者是多隆梅西亚，通通昏厥掉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要加快我们做出感激放大的进度，我们在这套牌组里面放到了两张的双重涡轮能量，
因为铁臂膀 EX 的感激放大是吃一雷三五的能量消耗，所以你有双重涡轮能量，你就可以加快做出来的速度。好，那接下来轮到我的牌组解说啦。我知道牌组呢，最主要的进攻打手会仰赖猛雷鼓 EX， 它的 HP 240点非常优秀，在现在的环境下不容易被昏厥。但是因为加入恶鬼碰碧草面具 EX 之后呢，更容易靠着特性臂力之舞把很多能量累积在场上。甚至都不一定要使用奥林博士的气魄来填能量，就已经可以让猛雷鼓 EX 打出280点的伤害了。那如果有使用到奥林博士的气魄的话，要每回合都造成350点伤害，可说是易如反掌啊！再加上新卡 A Spec 秘密箱的辅助呢，可以让你完成以上套路的顺畅度都大大的提升。好，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赛场沉淀后，包含了日本大赛，我相信赛场的环境肯定会变得更加多元。没错没错，我也很期待这一次的冠军赛。那就看到时候冠军赛的冠军是谁，究竟是你的预测成功，还是我的预测成功呢？我是对密勒顿 EX 很有信心啦，毕竟感激放大是在这个环境里非常强大的招式。OK， 那就再一次感谢豆菊今天的牌组分享啦。那我们就冠军赛见喽。没有问题。那在荧幕前的训练家呢，如果你还没有缴交你的牌组的话，记得赶快去缴交你的牌组清单哦。喜欢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的上片通知哦。我是各位主君，我是豆菊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